喂，大伯。小天，晚上回家吃饭，你想办法把你姐支出去。把我姐支出去？啊，我要考验一下那个叫林楠的，你给我打下配合。菜齐了啊！嗯。难得我们爷三个能聚到一块，我替一杯啊！不是，叔叔，西西她刚出去了，要不咱们等等？啊，不用，我故意把我姐支开的。小田那个意思是说啊，我们家没有那些没有用的规矩啊，等他姐姐回来，自己吃就好了。他也不喝酒啊。确定。没问题。来，来，叔，来，我带一个。大伯。我们都干了，你咋没干呢？他给你喝呀，他倒上了。哎呀，叔叔您好酒量。我再敬你一个。大伯，你喝呀。大伯，你怎么又踹我一脚？你替我，这。姐夫敬的酒，我喝不合适吧？敬您的。啊，叔叔，我敬你一个吧。又踹我一脚！我是让你来吃菜的。哦，喝酒！哦，哎呀，大伯，我干了。